哥，大老爷们哪能光吃方便面呀？这里有防腐剂，吃了对身体不好。吃我给你买的。看你吃东西这样，真香。你慢点吃，别噎着。好好说话，好好坐着，别动手。我不动手了，你吃啊。嗯，够了，不吃了。找我有事吗？没什么事儿。你没什么事，我这还有事儿呢。到点了，我这得走了。要不你先走。你是烦我呢，还是避嫌呢？咱们俩就谈不到避嫌那段。我是真有事儿，时间快到了，你快点吧。忙吧，你忙吧。哎，干嘛呢这是？我知道你用钱，你先拿着用吧。我喜欢钱。喜欢数钱，喜欢听数钱的声音，多好听！拿着吧，小妹妹，这钱呢没有白来的，十块钱有十块钱代价，一百有一百的，更甭提这成千上万的，为这钱你得为老虎好好守着，啊！我这不守着呢吗？这些天我除了见你，我可谁也没见。哥，我知道你是英雄落难了，我真的想帮你一把。我这不叫英雄落难，老虎那才叫英雄落难。别忘了，老虎马上就放了啊！他回来还得两年呢。两年怎么了？不就两年吗？一熬不就过去了吗？熬。你知道什么叫熬吗？就是把你放在开水里煮，比煮还难受呢。我怕听见这个字儿，连最爱吃的水煮鱼我都记了。那不是好事吗？那鱼也没招你，老吃人家干嘛呀？走了，把钱带上。送我借你的。不借。